是 QD 车，今天我要拍的是这台新买的汽车，最经典版的哦。大家，那么等我一下，我放个音乐，但让大家一起欣赏吧。开始喽。准备的开箱，让大家一起欣赏我们的新车车。这跟一般成人跑不太一样。非常的棒，这是2008年出的，不要乱打的吗？它们可以打开的哦。推荐大家一起去买哦，这台大概我去便利商店买的，大概售价250，有点贵贵的，但我还是推荐大家可以去买哦，很棒哦。那我的影片就到这里喽，大家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音乐师由文凯赞助，灯光由文可赞助，影片由文宏赞助，文具由文宏赞助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追踪我的 IG， 并且订阅我，还有别忘记开启小铃铛哦。别忘记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